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星期四，然后我们已经 check out 完了，所以我们来这个火车站，就是先买好票，然后寄放行李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打算去图书馆那边走走。今天是好天气，对，所以我们打算走一些户外的景点。哎 ，Go Go！ 我们到这个图书馆了，然后我后面就是这个摩天轮，这里，然后滑冰场也在正后方，对。然后不过那个图书馆的顶楼今天就是没有开放，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上去拍，就是网络上大家都有拍那个很漂亮的照片，不过就是现场看就真的很好看，然后。因为我等一下有一个跟老师的 meeting， 所以我就打算进这个图书馆里面跟老师 meeting， 然后图书馆里面也超漂亮的，我们刚刚进去就是看了一圈，反正就真的很漂亮，我觉得这个图书馆很漂亮，然后外面的造景什么的也真的都很漂亮。我们现在就是还在图书馆前面的这个摩天轮广场这边，就是图书馆在后面，然后摩天轮，然后还有这个天女散花这个。然后现在呢，天气是3度，然后我朋友发疯，我朋友说要上去玩这个天女散花，去上面扇风，对，所以我现在要上去玩了，我就为了。纪念一下这个我朋友发疯的时刻，因为等下上去应该拍不了，但是我们现在要上去了。嗯，我朋友发疯，天气很好哎、欸。他说因为天气很好，所以我们要上去玩这个了。天超好的、啊，好好的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下来了，就是呢，完全就是在吹被吹风，就是呢。我的朋友们还在上面疯狂的尖叫，就是我在那边呼吁呢，请大家给他找一个男朋友吧，疯狂的哀嚎说放他下去吧，明明就是他要做的，拜托大家给他争个男朋友吧，他上去之后比摩天轮还要高，但是就是冷，超级冷，3度，何姓友人，请大家帮他争个友。我绝对不要再陪他做这个东西。我们现在要离开，就是图书馆这一区，然后我们打算去运河那边，那附近再找个咖啡厅待着，因为换我朋友有 meeting 了，所以 go go。不知不觉的走来了昨天椰蛋市集的地方，它白天也很好看，真的。它好像已经开始了椰蛋市到了，就是这个咖啡厅，因为我朋友要 meeting， 对，因为我们其实是在期末周的周间出来玩的，所以就是中间掺杂着我们要上课的 meeting， 然后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咖啡厅，然后我点的是一杯焦糖
Thermo Latte 这里，然后帮我朋友点了一个就是 Hot Chocolate with Cream， 叮叮，然后还有一个 Croissant 的 Chocolate Twist 在这里，叮叮，因为我有点饿了。然后这个结束之后，就是我们打算再去那边运河，我们在运河附近了，然后我们打算再去运河那边走一走，然后拍拍照，然后就差不多了。对，我们很废，而且哦，然后去吃个饭，对，然后而且今天的末班车是九点，最后一班车就是直达丽兹是九点，之后就没有车，所以我们得赶在那之前回丽兹。对，所以今天就行程也就差不多这样，今天超冷，所以差不多就这样啦，等等见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出来咖啡厅了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往运河的方向移动 ，Go Go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已经到运河这边了，但是就是已经有点天黑了，对，所以就是可能会有点看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后面会分享照片给大家看，但是超级无敌漂亮的。真的超漂亮的，然后但是很冷，但是真的超漂亮的，叮叮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这边散步，对，虽然很冷，但是真的很好看，超级漂亮，叮叮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沿着运河这边在散步，然后还有这个很可爱的船，还有这排房子，就超漂亮的，对。大家，我们现在就是运河那边散步的差不多了，因为好冷，因为超冷的，然后就走得很冷，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在运河附近这一区，这一区就是都是餐厅类的，我们打算在这边随便找一间餐厅吃个饭，然后就差不多可以回去火车站那边领个行李，然后就回丽兹了，对，所以。你找到了吗？这一间吗？嗯 ，OK， Go Go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已经抵达餐厅。对，然后我们超幸运的是，就是我们没有定位，可是我们坐到了窗边的位置。对，外面就是那个运河，超级幸运，超级漂亮的。然后餐厅里面也很好，很好看。不过这是一个酒吧餐厅，是它。音乐放得超大声的，所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清楚地听到我讲话的声音。不过已经很幸运了，就是有位置，而且是窗边的位置，就超级漂亮的。然后我们吃完就准备回到火车站，然后拿我们的行李，然后就回丽兹。今天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伯明翰之旅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吃完饭，准备要走回那个火车站。对，我们发现走路只要13分钟。现在已经就是到火车站了，叮叮，对，然后不过现在才7:10几而已，然后我们是打算搭就是8:03的车，但我们就打算就留在这个火车站里面逛一下，因为这火车站蛮大的，对，然后等一下就直接上车了，对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已经在火车上了，对，我们有顺利搭上我们想要搭的那班8:03的火车。就虽然过程有点坎坷，对，因为他一直改那个 platform，
但是我们还是顺利上了车，然后顺利找到了座位，所以这个两天一夜的伯明翰之旅就这样结束了，耶、yeah, ，顺利结束。Hello， 大家，对，我们已经到利兹火车站了，熟悉的火车站。嗯，所以这次的伯明翰两天一夜之旅正式结束，耶、yeah, ，大家拜拜。Won't you hear right next to me? You're my everything. Know that I'm here missing.